来吃一个家乡面啊，今天吃一个自己做的黄鳝撇蛋。加点汁儿进去，嗯，外面那一层 QQ 弹的呢，我这个汤放了一点人会辣椒酱，放了一点手工辣椒，自己做的胡辣椒，做耳朵啊，嗯，吃这一碗辣乎乎的，就感觉很暖。来了。